自由が罪になる時代、僕たちは密かに禁じられた本を読み続けた。いつか自由になる日が来ることを夢見て。バカを、こじゃさえ、こじゃ。電報おじや、おいにふうしん。学姐，我睡着了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地下组织，颠覆国家，读书会是不是出事了？你不会跟他们一样离开我的吧？你不是说过绝对不会有人出卖大家的吗？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没有说。老师，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国家会感谢你。